这个好，这个比。 在那里。哦，我建议不要很快，不要快点扔掉。哇哇哇！好可爱哦！我爸有很多更新，城市啊，人生很难想下班啊。为什么我有他演？还有奥特曼这个，好送哦。下去。你们不要听广播转播啊，时间快到，介绍一些。 星星的故事。我们11点钟，金刚星星的保姆讲古，给你们讲一些小故事。位置提升一定提升，是拔那个蝶果毛，因为他的位置下降，但是因为蝶果都躺着，最近都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蝶果为什么那个洞都好不了？原来对你跟我想的一样，还扩大了那个洞。 之前还看不出扩大，但是显然就一定还有拔嘛，才会只是我们没有看到，就会被你抓到。它就在里面，一定在里面。我昨天有小鱼会时，我已经当场告诉他检举。因为它在外面鱼皮不是那么黏那个蝶狗。这几天因为蝶狗都躺下来，所以就变成口称之机。多半都是那个茶鱼躺在它旁边。 Ricky 可能都是进，然后竟然还儿子也跟着哇！对啊，这有样学样，哦 ，Ricky 真的什么都学。就是，他跟阿姨玩其实也是一种学习，什么都会学，很好玩。哎，真的很辛苦，怎么天气这么热？嗯。可是我觉得外面有风啊，他们比较喜欢待在外面。整体上，不晓得。 所以我没有敢让他进去，我也知道他有进去。他那天礼拜天那天，他们进去有再出来吗？那次你不是那天不是说你要等到？哦，没有，后来他们进去了，然后就没再出来了。哦。然后出来在下午3点。哦。那天，因为那天那个通常门一开，别个都冲进去。那几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别个不是不进去就是。没有，根本就倒闭好了。 围子，上面室外是很丑啊，国外的那看不到屏幕。林贝，如果希望那就给一个就好了嘛。10点半就在喂食。通常小鱼买都是买3个，个人的捐款它处理上很麻烦。哦，京都可以，我就用那个看到。 他们还有一个牌子，一个。小小只的好可爱啊，不玩呢。好像对啊，我想说你们会认得的。好可爱呀！影片里面不是都有讲英文吗？那都是他自己讲的。哎，老公，老公。哎，大猩猩，大猩猩，那是最大的。看到出吗？那只大猩猩在那里啊。他在骂那个小孩子。对，小屁孩。 那就一倍了吧，一倍大猩猩。我感觉不是同一种种类。它还小了，它还没长大呢，你看不看？第一对的3只，对不对？刚刚吵架。 我一直撸进去，然后最后吃就好。等一下，2个小 baby。你看，哎，对不起，他跑进去找他爸了。去敲他爸爸，哎，起床啊！他跑进去，他有，他这坐着出了。哎，他可以啦，那个。突然发现这里好多人。哎，有看到东西。对呀。住进去。嗯。那。哎，这星星哦，大星星。嗯。 有刺刺。会画一个。没有画，老师不用画，老师要写字。看着也慢啊。出来了，有人要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哦，2个妈妈。我们小声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。 哎，我第一次看到1家5口真的，哎对，然后还面对面，好可爱，脸朝我，那它最大，怎么一直低头？还在找，所以他都搬在他妈妈身上。